小孩送礼别出心裁，小珍送的红包却别有用心。这是我在好几年前他们送给我的，就是事事如意。事事如意。去年我儿子出社会，他包了一个，哇！当你收到儿子的红包，你就觉得哇，好感人哦！我下辈子好像真的要靠他了。我也是第一年包给瓜哥的时候，也是那个红包上面也会。就是女儿的血汗钱，你好意思拿吗？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